我们今天要来竹坑西部道走走，整修了两年，今年终于开放了。竹坑西步道的入口有分东侧段跟西侧段，那我们决定要走西侧段，因为西侧段比较平缓，东侧段的话要陡下然后再陡上，就是会比较辛苦一点。马上就要来买菜了，这颗不忘好大颗哦，这一条长长的叫做蛇瓜，我们已经先买好阿玉了。停车场在那里，旁边有一个店家，步道入口就在这里哦，162-30K。目前都是好走的缓下坡产业道路，走不到50公尺，有个岔路斜坡，那我们要往左边这里走，两侧都是槟榔树呢。经过了一个水塔。今天跟阿姨出来哦，车子如果停在29.5K 的话，就可以从这个步道上来。看到了一个指标，竹坑西步道，继续往前走。所以在这个步道可以看到三个很有名的瀑布，我们的目标就是龙宫瀑布。经过了一个商家，好像是卖手工香糖的，这一段有遮荫，还蛮凉快的。我们到凉亭歇脚屋了，右边有两家商家，凉亭歇脚屋的后面有洗手间，左边有个凉亭，步道入口就是要往那里走。29.5K 的咖啡厅有卖山椒耶，我刚刚发现从凉亭可以看到瀑布耶，在那里，这里也有一条，只是看起来比较干。我们现在在这里休憩区，等一下会经过12号桥、11号桥，然后再去观景台看一下龙宫瀑布，折回来。在10号桥上可能可以看到雷音瀑布跟龙宫瀑布，然后再去看龙宫瀑布。那我们就正式进来啦，这里的鳞印还蛮多的耶，还蛮凉快的，好大只的毛毛虫哦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为了救一只毛毛虫，一生自己。我感觉我就一定要救死了，就发现一只巨型毛毛虫了，而且它还红红的哎。我们到桥了，这应该是12号桥吧？维护的还蛮好的。导演人均一定是这样子。26啊！啊！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。这是12号桥，哎，又要过桥了。走到这里以后，发现有个岔路，这一条是捷径，那我们要走步道。它步道上面有一个标示，汛期及豪雨期间请勿进入，所以说有豪雨期的时候就要走这个便道。经过岔路之后，有一小段的上坡，有一点落石，还是要小心哦。又经过了一个桥，这里的落石比较多一点，旁边这个护栏都被撞毁了，要小心耶！看到蚁窝了。这里有一大片干掉的香菇，这里有很多叶子都被啃成这样了。又到了一个桥，刚刚的便道应该会从那里出来。水沿着石壁流下来，便道就是从这里出来的。过桥之后路又变平缓了，所以便道的路应该相对平缓哦。所以小蛋没有遮荫，速速通过。这里有冰冰凉凉的水流，可以碰碰水一下。水量丰沛的时候，这里也应该是个小瀑布吧，凉快哈。水
还蛮低的。刚刚经过了很多没有编号的桥，现在我们到11号桥了。会不会是护栏旁边有涂红色的漆才有名字啊？这里的风景豁然开朗了耶。11号桥这里可以看到一个瀑布耶，就这样流下来啦。虽然很热，但这里的展望还不错。又经过一个木桥了，左边又有水了。对，如果水量大的话，可能有一大堆的瀑布呢。又有桥了，一样旁边有小水流，所以说有桥的地方就会有水吧。哎，又有一个桥了，也太快了吧。又有桥又有水了，所以有桥就有水了。这里被落石冲垮了，要小心啊，有点可怕。这里有用水泥覆盖住，就是一整片像这样子，应该是要防止土石流跟落石。到凉亭了，从凉亭可以依稀看到我们等一下要走的步道。凉亭的旁边可以看到龙宫瀑布，在那里瀑布里面有步道可以通过。从凉亭下来后是下坡啦。我们接到岔路了，往右边走会到观景台，往左边走就是去龙宫瀑布。那我们先去观景台看看。这个观景台是龙宫瀑布的观景台，一下子就到了哦。从这个角度可以正面的看到龙宫瀑布。龙宫瀑布和草岭的水帘洞瀑布都属于悬古式瀑布哦。从上面看，龙宫瀑布是由两个瀑布汇流而成的，形成水帘洞。等一下我们就要走石壁下的步道，穿越瀑布哦。我们回到刚刚的岔路点了，那我们现在要去龙宫瀑布，走吧走吧。十号桥到了，左边就是雷音瀑布，有好多层哦。最上面这里有三条哎，而且雷音瀑布有好几层，水潭里突出一个木头，看起来好像海怪哦。这里好漂亮哦。站在十号吊桥上，可以看到雷音瀑布跟龙宫瀑布哦。我们又到一座桥了。哇，这座桥很漂亮哎。我觉得这座桥特别的漂亮哎，它的右边可以看到有屋顶的步道。这个吊桥旁边有很多小动物的图案哎，你看这是小青蛙、小蝴蝶。这是穿山甲吗？这一侧的图案是植物的。通过桥之后，有个岔路，往右边是去龙宫瀑布，往左的话就是东端的出入口。
那我们现在要往右边的龙宫瀑布前进哦。走进岩壁区的前段有屋顶，这样比较安全一点。地上落叶湿滑，要小心哦。这一段又有屋顶了。从这里可以看到下面的溪谷，这里有水珠滴下来耶。这里有点湿滑，要注意哦。走上岩壁而建的步道非常的特别，这个岩壁切割得非常的整齐耶，我们就走在大石头的下面，有点惊险刺激。滑出越快啊，从这里又可以看到雷音瀑布了。Hello，Hello，又看到毛毛虫了。水珠哗啦啦的滴下来，这是中水过滤的，哇，很凉哦。这种特殊的岩壁地形搭配瀑布，还有旁边辽阔的风景，超美的哦。今天连云朵都好好看哦。这里有座位，漂亮吗？漂亮，好。龙宫瀑布的对面又有瀑布了啊，那是雷音瀑布啦。雷音瀑布一层一层的，最后汇聚成一个小水潭。等一下过去了。哇哇！哇！啊！啊！救命老师！哈哈哈！我救命老师！穿越龙宫瀑布之后就到尽头了，往回走还要再穿越一次水帘洞。
经过刚刚的雨伞测试，发现即使是撑伞背还是会湿哦。我刚刚全身湿哒哒的，衣服湿了，裤子也湿了。彩虹出现了。毛毛虫也来冲瀑布了，这一只太厉害了，但这一只已经都不动了，不知道是怎么样，帮助它一下好了，上来。好，到叶子这里就安全了。我们在这里玩了超久的，超级凉快的，好好玩哦！汗都蒸发了，现在身上都是水珠，准备回程。个子来走这里好像会稍微辛苦一点，矮个子的话就还好，矮个子的好处。这里真的是桥多、瀑多、树多、虫子也多呢，生态很好。这棵树好酷哦，它就横着长出去哎。这一段真的还蛮漂亮的，有一种飞檐走壁的感觉。这里有一条青竹丝。我们在龙宫瀑布那里休息了好一阵之后，觉得补充了一点体力，可以去深毛树瀑布那里看看。就是在桥旁边往东侧端走，指标就在这里，距离深毛树瀑布有370公尺。步道的旁边有溪流，这里是一连串的陡上啊，接到了一个凉亭跟桥。这个瀑布好漂亮哦。妈妈你也走上来啦，好棒哦！这里是7号桥，从7号桥可以看到漂亮的溪谷风景。啦啦，这一段的植被非常的茂密呢，虽然被草木挡住，但沿途都有溪水。经过一个小木桥，前方巨石突出，请注意头部，小心行走。又经过了一个木桥，旁边一样有小水流，已经不知道是经过第几个木桥了。哎，这里有个瀑布哎，瀑布后面有个洞穴，然后有个深潭。哇，开岩浆花了！木桥、竹坑溪6号桥、毛毛虫。木桥要轻松走的话，可能走到龙空瀑布那里折返就可以了，因为这里一连串的上坡，体力不好的人可能还是会累。到5号便桥了。从桥走出来之后，在左侧看到了一个凉亭，瀑布好像到了耶！哇，还不错耶！这个应该就是深毛树瀑布啊，它那个4号便桥，
哦，这就是四号便桥，深毛树瀑布就在四号和五号便桥之间，下面有一个水潭，好漂亮哦！太好了，有坚持到这里，只要有瀑布的地方都还蛮凉快的耶。我们要准备回去啦，开不开心？开心，有坚持到底，走上来，好棒哦，耶、我们走到深毛树瀑布了，地上有个鸟窝，哇，这个果实长得好特别哦，颜色很鲜艳，是不是有毒啊？开心的下坡，妈妈现在开心的手舞足蹈了，深毛树瀑布哈、哦，它会生精力啊。活力充沛。我踏都未行，你干嘛叫我们行？这里落叶比较多，感觉比较少人在走。现在才发现护栏上有蛇皮耶，可以在这种地方蜕皮也是不简单。我们回到凉亭歇脚屋了，这个植物好特别哦，好像一颗球，或是像烟火这样炸开。29.5K 咖啡厅目前没有人顾，我们想要买他们的山椒，山椒上面有标价钱，然后前面有两个铺满，可能是良心商店吧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把钱投进铺满里，我们就挑这个阿姨选的。我们回来了，我们要来吃阿玉了阿姨去，我要加雪，还有雪糕哎，